这笔生意出问题哦，对公司的影响真正足大。我即马就去总机，请你莫甲我拒绝。我这查囡咧出差错，无我意外咧接受着我后生的感情。集团内面所有的股份，我拢总要过户给侬。我后面讲啊，为着恁小妹的感受啊，咱这个家让别人安尼规划放弃，王啊，会当来完成爸爸的心愿。照你的意思去做。三米台湾台29频道，炮啊声。你身为一个总经理，既然遐尼大个代志，你有法度通去叫白起哩？啊，这就是你的失职，带煞转去啦！恁两人啊，好好反省一下啦。百马为先，这生意应该最重要。阿伯讲是毋是经营了好好？啊，那雄雄爱甲你调钱纠正。阿刘为先啊，无涉入业务疏失，对公司的影响是足大个，所以这两天我一定要请你帮忙。这代志我来找爸参详。资金调度的代志由我来负责。为什么啊？一方面，这是好的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把握。我替你出面，顺续过会当掌握总公司的状况啊。我嘛不会讲白白哦，白借一点钱，所以我即摆已经决定啊，要将我的名下吉刚食品集团内面所有股份，我拢总要归还给你。各位根本拢无插手着，伊是凭啥物摕你手头的股份啊？各位钱你会当收落，啊，不过袂当去动伊股份。你若真正要甲股份过互伊，你就死咧甲我讲，我会当放过你这个爸爸。一个囝咧苦甲乱吵吵，就算讲我的人生中当了拼，拼到一个成就，结果嘛是两字，失败了。